耶，肚子饿啊。我相信你哦。我是因为没吃过。哦，这个更酷。海鲜沙拉，烤饼，然后这是优格和美乃滋的那种做成的酱，看起来超烫，有点像。这是牛肉吗？牛肉，然后番茄跟优格的酱。规定者被抓了，小心！然后这个觉得很绝。东京车站合照。在哪里？在新桥的 The Blossom PBR。哦，浴室是有浴缸的那一种，淋浴还有浴缸。
欸，好清楚哦。Hello， 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，对不对？有瘙痒的羊肉。上面已经亮了。我们要吃牛肠。欢迎莫莉。先这样吧，先走吧，先去。嗨，嗨爆了！清爽。便利商店都吃，便利商店好吃。有点这些菜，啊，这是后切牛舌。嗯，没有吃到。这放大好了。挑战。我不知道啊，我还没看，我只知道它是古老的那种火车头。算批的，一批两批这样，一批基尼一批这样子，你看。这是鱼的形状。对啊，而且它是没有旁边的，它是完整一只。尾巴长怎样？烫到脆的尾巴。尾巴长怎样？哇，是很脆。它超烫，皮很薄，炸好香哦！对对对，看一个，你把这个水一下，万一喝死，好笑！天哪，这个夜景，欸，晚上更精彩 ！My God， 拍那种拍，然后完全都拍。东京
是可以按摩的，整个都可以直接洗，很方便。What you say can make or break my day. 他叫内心丁敏。Baby, what you say can make or break my day. 看这么开心吗？爽，超赞，超CP值，划算呢。那么近拍起来到底是怎样？两种吗？不知道什么，传说这个是。
然后茄子，然后南瓜，下面不知道是什么。看起来是鱼，还是花枝？这个是花枝。太爽了！晚上夜班好强哦，虽然还没。不是走回家，要去打车。是那个地球应该是假吃了好几碗拉面，这是第几碗？第四碗。可是我前三碗都是海鲜，所以没关系。有鸡的。嗯。它不止鸡，我觉得有和风的那个柴鱼感。嗯。一起床就看到你的笑容，因为讲一起跟你睡觉太粗俗了。再一个，不是想说我明天想要一起跟你吃早餐。换一个，想，我现在不会了啦。